属于挨打的。你们两个一起出来，你们要听哦。好，虽然教官老是针对男女的自创，还是对，对，你少那边自创招式好不好？但我们他上一次就进来，然后手要两个手，然后坐着这样坐。这段恋情的意思，还是有点不好，不好，完全不好。观众们不要闹，我一定是爱美心的，我一定是默默喽。不要逼我骂脏话。类似倒不会，顺畅起来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，至少我是被王少敖束缚住的。他有侠怨报复，我那天很对他太坏，编剧帮他写这个，他就有塞红包，终于换我了，有没有？再一次，我刚刚没这么用力啊，没有啊，你不要自己转，你没有人全自动的，全自动，1、2、3，你好多汗啊，嫌我。真的会生气。1、2、3，4，我们刚因为只会3、4，如果两个不知道对方会请拿什么，假设他要用顽固小三对付我，那他的，我就不要扯线，根本来不及，这有盲点的。降龙十八掌，你不学少一掌，哪有用？没有用，人家第十八掌打还是打的。对，没错。24次要学完。